许拜下，许拜下，许拜下，许拜下。许拜下，许拜下，许拜下，许拜下。 许半夏，许半夏，许半夏，在这儿呢，赵磊。快看电视，看电视，财经频道。啊？什么频道？财经频道，快！韩红气。 市场遇冷之后，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后，到目前为止，中国钢材的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108.17点，短短几日，环比上升3.67%，同比上升1.78%，升幅1.6%。徐万胜。 到1.1亿吨左右的水平，钢筋的价格将提高5%。喂，喂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都顺利吗？赵总。 哦，顺利，正常。好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房间的电话的？我昨天见过裘必正，今天给冯玉打了电话。哦，那你怎么一句实话都不跟我说呀？人都回来了，钱被骗了。 你还叫顺利？怎么就顺利了？你还在这干嘛？为什么不回来？什么时候死回来？我问你，许半夏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非常生气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竟然不告诉我！有你这么对待合作伙伴的吗？你现在让我非常不爽，懂吗？你放心，赵总，我不会携款全掏的。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好听的，我现在只是想告诉你，合同是我定的，字儿是我签的，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。听好了，钱这辈子有的是机会赚，但是命就一条啊！快过年了，回来吧，好吗？ 嗯，哎，你胸围多少？啊？赵总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今天你没收走的那100万，就当做是我邀请你做我的风险顾问，帮我看着进口废钢这批生意的报酬。进口废钢这条路我会继续走，以后的利润。 每做一笔，我都会给你清一次账，就当是你在我这投资了。我可不是贿赂你，这笔钱你就当是入股，你总要给我一个表达心意的机会吧。这倒是个好主意啊！那我就先谢谢赵总。你谢我干什么呀？你带着我赚钱，应该我谢你才对。这样的话，有了你的资金，跟我一起共同承担风险，我就多了一个可以跟我商量的人。 一想到我们还能像之前那样，我的心里觉得很欣慰。祝我们合作愉快。我们合作一定愉快。 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，希望你能喜欢。让我猜一猜，是项链吗？会不会太贵重了？是才知道。 欧洲的贵族互相之间都送这个，是友好的礼物，祝愿对方能开疆破土。友好的礼物啊！是吧，好刀？ 不放心我呀？既然拦不住你，我就不拦了呗。干点员工应该干的事儿。什么呀？你看看呀，我给你推荐了2家沈阳的钢铁厂，一家在铁西区，一家在沈河区。你们厂长的名片都在这儿。东北攻略，看出用心来了。还有这些钢铁厂的一些基本资料，还有数据。 还有一些他们这些钢铁厂的情况，你别看我，看他，最关键的是这个住宿攻略，这几个酒店都是环境又好又安全。还有这美食攻略，知道你爱吃，我把所有当地特色的餐厅都总结了一下，放心吃，绝对不会拉肚子。这是员工该干的事儿吗？所以啊。 你多值啊！给我这么点工资，干双份工作。接电话。喂，吴总，什么事儿？小许啊，老裘在我这儿呢，啊，他想跟你啊，单独见个面，认个错。啊。 您跟他说不用了，继续说。点什么，尴尬。我会对你负责的。 喂，信号不好，我听不清楚。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。我迷路了，我被那个王八蛋、王老板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，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打猎。什么？打猎？打什么猎啊？你在哪儿呢？他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，我就不应该上他的当，我就不应该来。喂，半夏。喂。哎呀。 喂，喂，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？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。浩磊，我爱你。哎，半夏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我爱你。喂，我要是死在这儿了，你要给我报仇啊！喂。 你听到了吗？喂，你没电了。无人相伴，除了哀怨和无助，人生是聚散，倔强和沮丧。 晨起落，起航般无常，顿挫般一样，磅礴般忧伤，浓烈柔弱，绯红般昏黄。 你为什么就这么不声不响的走？有那么一刻，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。那你为什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？声色人间，除了爱欲和孤独。是你让我滚的。我还让你举牌了呢，你怎么不听啊？我甚至任性在跑上海来是干什么来的？是为了躲我吗？那我要是不来，我们是不是就散了？ 有件事有没有坑你啊？说话呀！你就不怕我们真的散了？怕。我走的那天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就这么散了。有那么一刻，我甚至任性在抓不住什么。来上海这2个礼拜，我才知道。 这件事对你伤害有多大？我才知道我有多爱你。对不起，是我太后知后觉了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你要怎么补偿我？ 疯癫，牺牲般亏欠。你没生气吧？生气啊！但我生气有什么用？生气也没有用啊！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，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。老板，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？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，怎么？这不还差不多？我们约好，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。家就是家，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。 赞同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，结婚这么大的事，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？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，我就掏钱给你办。我要的就是这个，把自己嫁出去，把钢厂娶回来。好，这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？我说我会对你负责，现在我改口，那你应该对我负责。我拿回来的越多，你赚的越多呀。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，好好想想，是老老实实的回来，还是要这笔钱？我要钱。奸商啊！奸商！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但是现在你熟了呀，就不再是赌。 是一味药，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。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如果没有遇到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。做生意是理性的，但我相信你，他就不是理性的。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，我问心无愧。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怎么会后悔呢？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。许半夏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后来，我爱你。